看你以后还成不成强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不愿意？我当时只买了这个，新创可贴还在路上呢，就到了，先凑合用一下。 我喜欢你。 我用你的电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可以等，就算现在不接受也没关系。我相信有一天你能看到我是真心。我最后悔的一件事。 就是当初你离开的时候，我没能抓住你。那个时候我太幼稚了，我以为很多话不说你也能懂，所以我根本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过问题。不过，曾经校园的故事已经完结了，不是吗？我可以申请一次复活的机会吗？ 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，既然长大了，就别老把曾经不放。连我追求你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一次吗？机会可以给。 但是活了就没有等的权利。我们先从朋友做起，接受吗？接受，我当然接受。